专门带了专业的摄影器材来。天池只是我们的第一站，我们后面还要去喀纳斯，去伊犁。甜，嗯，真甜，好吃吧？嗯，吃。这梨子真好啊，皮薄肉甜，是吧？对，尤其是现在摘下来的。哎，你好，是不是还有陕西面铺？扎实推进旅游新疆战略，延长产业链，拓展新业态，让新疆呢成为一个游客来了不想走，走了还想来的好地方。